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电脑工会主办的台湾 ICT 产业全球供应链以及环境友善布局的座谈会。台湾的 ICT 的产业链，不管是在全球变局之下，我们怎么重新让全世界看见，或者是我们在 ESG 上面怎么样领航其他全球的做法。你要花时间 overcome， 要花时间这个融合在地文化，花时间跟在地的员工好好的培养感情，培养这个整个向心力，你才能够运作顺畅。我们会持续的投资台湾，然后也欢迎各位产业先进跟微软一起进入一个下一个创新 AI 的新时代跟新机会。台湾的厂商其实仍然在全球的供应链当中共同来发展这些新兴应用的一个最佳的伙伴了。宏基是全球的品牌，所以我们算是很早就意识到其实做生意社会跟环境的这个责任也相当的重要。人类从很早以前的观念会认为地球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你最后才发现说地球的资源不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而且是很脆弱。要全球化没那么容易，是很困难，应该问我们自己要不要做，要做就是一步一步去做，很多事情都不是一触可及，它需要一个 involvement。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一个重本务实的一个营运策略，它不是一种道德的感性诉求。